不用关。不用不用。干嘛？你买了你要满足你你的你不是，等会儿还有别的呢，你非得给人看。首先是非常醒目的话。独家采访，恭喜凯迪拉品牌只有白一鸣先生。现在什么？此刻什么心情？南哥，以后你们就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凯迪拉，结束了，我们结束了，我走了，回去吧。不是对你说的，听懂了？没听懂。我也听不懂你说，你也听不懂我说。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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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红包！发红包！发红包！啊这！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最近冬天拍戏特别冷，我找到了一双特别厚实的羊毛的袜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羊毛。但是我发现了一个 bug， 就是这个袜子吧，这半斤的袜子能产出两斤的毛球，穿一次就特别多的毛球。什么？你问我这鞋？这鞋是 Goodbye 的新品。好的。嘿嘿。Ain't nobody trying to hold me down. Ain't nobody home. I just wanna take it back to my imagination. If you got me, take it at your tower, boo boo lotion. Maybe talk about that, would you doubt my affection? Superstitious in the way, so you know my fault, 无所谓，我全都要 nobody will give it up. But for now, put down, feel like.Nobody could replace her. Oh, like I want it. One, two. 太好听了，实在是太好听了。但是大家听到这首歌，也不要去人家的那个音乐平台下面留我的影，千万不要。过了所有的云朵。十九岁自己创作，自己写词，太有才了。你也有才，你之后也有才。嘿，你再说，你说，你再夸。你也有才啊！我的才华展现在各个领域。
特别期待你的开端，我也就是。你充腾讯会员了吗？充了。这随时充。你甭充了，你直接把钱转给我。南哥吹我的彩虹屁。怎么吹、啊？我说人家歌好听啊，他说你也很有才华啊。是啥呀？待会儿饭在车上，在车上吃这种汉堡，它就只有这一种，对，麦当劳，它只有这一种汉堡啊。那个饭在车上吃。我们的晚饭，麦当劳，麦当劳打钱。南哥，你最爱吃的麦当劳的单品是？麦辣鸡腿汉堡。我的最爱的单品也是麦辣鸡腿汉堡，跟麦辣鸡翅。经典。跟可口可乐。跟可口可乐公司旗下的所有产品我都很喜欢，每次坐高铁不是麦当劳就是麦当劳。男的鞋挺帅，这不是白总专门送我，感谢白总，感谢安踏。你们也感谢安踏，卧虎藏龙。哪你啊？蔡家没到上海必须吃的一家餐馆。没婚姐，你直接飞下面。你去当伴郎吗？我不当伴郎。嗯，不当伴郎。那这回不当伴郎。发小相逢。南哥当伴郎。得了，我别当了。很有意思。当伴郎，那个啥新哥在下面给我。那视频我还有呢。我发在网上给大家看。南哥跟人跳华尔兹。我感觉人家结婚全场焦点都是南哥，所有人都在拍南哥跳华尔兹。那我们结束了三天的出差之旅，现在要回横店继续拍戏了。这三天的工作量真的是不少啊，让人累并快乐，哈哈。不是你这就走了？你确定要走吗？你就他跑我门去，这个男人啊，就这么跑了。今天非常开心，喜提百万粉丝 UP 主的称号，哎，官方认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怀柔 boys 的陪伴与支持。最近呢，总有人 cue 我拍那个光剑变身，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我满足大家这个愿望。I love you for